今天哇，我的裤子要爆了，亚贝爹，亚贝爹，没有零钱。Hello， 嗨，若尔赛鸟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很安静的事情，就是我要不花钱的过一天。这个呢是乌鸦邀请我去参加的 YouTuber 之间的竞争，可是我觉得我不会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家都在外面做了很多很麻烦的事情。我呢也翻出了我之前买下来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东西。噔噔，这个呢是优玛的零钱包，很明显呢是我做的。看这个那么丑的缝线，因为他很珍惜我给他的东西，所以他已经用到破掉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做新的给他。这个尺寸呢，我好像是看牛仔裤放钟表的那个袋子，他收到的时候有吐槽说好奇怪哦。啊，对了，你们是不是有留意到背景变得不一样了？以前是暖色系，然后现在变成一个灰色，很安静的颜色。因为我搬家了，我终于可以安静的拍影片了。哎呀，对了，搬家有一个烦恼，以前的家呢，我们是不用楼下追垃圾车的，可是现在，你们知道在哪里买那些专用的垃圾袋吗？网上都没有教学，可能这个是常识吧。我没有常识耶。啊，不行，再剪一次。其实本来我不是拍这个的，我要保密我之前那个主题。然后我拍到一半，优玛就来打扰我，然后我们就吵架了。怎么有点歪歪的？不过我觉得养小孩对我来讲现在还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概念耶。哦，可能因为我很穷吧。我觉得养猫，我想要养猫，猫咪做什么都会有人看啊。可是 YouTuber 跟人呢，真的要做一些很辛苦的东西才会有人看啊。猫咪真好。哦，我剪到下面的那一层，没关系吧。好多天，等等等等。糟糕了。你们看，它的开口只有那么小，本来这个可以塞四个手指，这只能塞两个手指。天哪！突然间好想能够花钱哦，这样我就可以去买一条新的拉链，再做一个。哎，还是我拆这个下来，要去洗一下吗？成功找到了一个拉链，这个是从一个我不需要的包包拆出来的，这次找了一个参考拉链，这边收的很好的一个包。唉，我刚刚就是卡在这边，我再来做一个吧，想不到做一个真的是很耗时间。这一次有稍微缝的更好，这个拉链收回来的时候要斜斜的，斜斜的。我进步了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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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成功了，耶！大概七个小时左右吧。哎呦，天哪，我真是非常的厉害。哎，不对。这有很多横的鸭子，然后有一只是直的，很可爱，可是它被我切了头。优玛现在还没回来啊，我们看一下优玛什么时候回来。大家，优玛现在骗我，他本来12点下课，结果现在已经快6点了，他在吃东西，他在吃咖喱饭。好可怜哦。猫咪是怎么度过一天的？
我终于知道宠物自己在家很可怜的那种感觉。好吧，那我现在再去召唤小谷。啊，应该干嘛？没听过还干嘛？为什么是天鹅？这是天鹅吗？这是鸭。鸭。你说鸭。这个比较好。我知道这个比较好，可是这个是第一次弄的，然后它失手了，你只能塞一只手指进去，你不觉得很尴尬吗？大家如果为什么突然要给我零钱包？因为你的零钱包坏了。那就不用了。什么不用？你零钱包人家都不用找我零钱，不用找了。你的小飞，我现在就收你身，我觉得你一定有零钱。好危险、啊！好危险！是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多少块？有11块，快点放进去。耶、yeah. ！那我还要继续挑战下去吗？我已经体验了一天的猫咪生活。所以你是不是还没吃饭？我还没。哦，好惨嘞！给你1块拿去吃饭。1块能吃什么？我不知道你。那多给你10块，没有了，我全部的家当都给你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下楼去买茶叶蛋。好惨哦。有点糟糕，我发现没有东西是11元的，怎么办？还是水果有机会有？那边有水果店。我看到有15块的，我找一下有没有11块。还是没有一个东西是12块、11块的。可是呢，你知道火龙果它是用斤算的，还是我们回去就吃一口？它应该只有11块啊。好啊。对啊。就这样子吧。没有东西11块啊。其实我可以不吃啦，你又要我吃东西。你可以帮我算数学吗？一个火龙果呢是97.5元，11元能吃多少？好。一个火龙果有那么贵吗？好难算，比1/4小。比1/4小哦，那也吃到两口左右哎，好像也不是哎。打开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不用计算机？这个是小的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1/9。好。你懂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不懂？你懂了什么？我的11块，你捐给我的，付钱。好，为什么是付给我？你刚刚帮我付啊？还是你要买这个？你觉得你这个值多少钱？11元，我好可怜。4个小时赚1元，1个小时赚0.25元。你还没跟我说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那我吃11元的火龙果，大概就是这么多吧。多了哦，多了。用我的3.147XXXXX的元的那个取数来算。怎么可能？这就是你这样挖了多少？这样你这样挖了比1/4还要多哎。可是这个比较大啊，这个、比较小啊。好白痴，为什么我们要争论？芝是1元，水果是10元，我的是1元，啊不是，是你的11元，没有了，这样就吃了5元，而且我还有1元，我可以把整个吃完，好好，我们就把另外那个价格算在另外一个火龙果上面。你在说三峡？所以这世界上是不是有2种算术？一种是正常的计算，另外一种是海恩的计算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是女朋友的计算。我真的不懂。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水果是你买的，现在是你的财产，所以我可以吃。你有没有仔细看它？然后呢？你要反过来用哦。我看多了。你觉得这个比赛我会赢吗？你是说比好看，或是比意义，或是比什么，我都不知道哎。比好看吧，你看女朋友的手作居然弄了8个小时，告诉了大家这个实测结果。你知道我的时薪是多少吗？1个小时？不知道，0.25块。10000块，所以你这个包包的真正价值40000块。我现在卖2个给你，你给我8万块，好不好？我不收你那么多，10万块，不热价，好不好？喜欢这个影片可以怎么？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然后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
开铃铛，笑屁哦，笑笑笑笑。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Instagram 不用追了，追踪我的。你没有啊？你想公开吗？而且你为什么今天跟我一样花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也喜欢花，可是你这是什么花？这是很丑哎，这个超丑的，对不对？夏威夷风格。夏威夷，香。你干嘛？